离婚其实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啥？可怕的是有孩子，更可怕的是孩子告诉你，他说我想妈妈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张伟，重新认识一下我吧。今年38岁，2年前因为犯了一点事儿，因为包庇朋友进去了一年。本来呢还有一份体面的工作，稳定的家庭，而且非常幸福的家庭，因为我给我前妻是自探。一年，就一年时间，他离我而去了。我想不通，就算为了孩子再结婚的人，这十几年我真的是对他非常非常好，为这个家我该做的我真的是全部都做了。我觉得我们的感情一定是能经得住考验的，可是就一年时间他就离我而去了。我承认是我犯了错，可我并不是那种大恶不赦的错，为啥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呢？为啥？